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，福鼠万事安，关注大家万事平安。农历年前最后一个星期天，成功取得连任的国民党立委蒋万安走进市场发春联。记得叔叔，对不对？记得。看到小朋友弯下身逗弄，或是90度鞠躬走进店家卸票，大展青云作风。现场更有支持者对着蒋万安喊出选总统。做什么东西很实际、很实在的。加一下当蒋总统。谢谢谢谢谢谢。谢谢不会的。对比前一天，吴怡农的卸票最终场发出限量400份小英春联，掀起农夫农妇排队人龙近300公尺。蒋万安的市场卸票行，光是不到100公尺距离就走了将近20分钟。而蒋万安版限量春联上头巧妙安插名字，用万事安讨吉利。两大男神选前选后，人气持续被拿出来大扯平。怡农是非常优秀哦，其实我们本来就认识，而且我们也有共同的朋友，所以他很多很好的建议还有相关的政见哦，我想未来可以共同来协助他帮忙推动，不松口任何未来可能性，强调将继续打拼站稳基层。蒋万安卸票行不停歇，持续在街坊逼出高支持度。这里是李佩轩，安逸首台报道。